突然想起来，那公鸡的车门是，我小时候看到的公鸡的车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就在网上找了很久，在反映在这个讲义上，有个，它这个是泰国，它是一个老挝，我们那个地方还是有古代时候公鸡的车门，是吧？主要下面写，跟这个目前是。照片上可以看懂吗？它是古代的公鸡的车门，它是像一个很像，那么它开门的时候，它把它折起来，所以人走进去；要关门的时候，把它撑起来，像披扇子。不过我发现，目前的公鸡的车门，它其实是有两扇门。如果两扇门的话，那么它就用纸来比。如果两扇门，要开门的时候。这样，关门的时候这样，这样看起来，就古代公鸡的车门跟这个现在公鸡的车门是长得是非常不一样。我们说它其实是这种古代在数学上其实没什么差别，而且你主要要找人所谓理解为人，指这个。目前的车门，反正就可以，就说，如果现在公鸡的车门这样，或者开门的时候不打开关起来，如果你站在某个地方的话，那可能会被，要不然是你人会受伤，要不然如果你人不受伤的话，车门就坏了，所以一定要有个地方要保持净空。不过我们在讲这个公鸡的车门之前，还是先要把这个前天庄正然老师他讨论这个probability 问题。这 probability 庄正然老师说这个是就所谓的可能性的学标准。庄老师画了说一个代表几率是二 A 值，那么他说这是一个意思，人人得二随机变数。不，你在高中讲这个几率的时候，大家都说几率是跟排列组合是连在一起，所以。几率应该是算一算各种状况，多少种状况，应该照道理应该是跟这个指数函数啊、微积分应该是本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对，我们在高中时候讲的叫 binomial， 对，二项分布，二项分布就是说你丢一个铜板。就丢五次，那么我们喜欢知道它这个几率是二倍的，那么我喜欢知道它这个正面几率，那么它正面丢五次的话，通常是零、一、二、三、四、五种可能。出现这个没有正面，它几率就是就讲用这个排列组合啊，就是五个取一个的话，通通没有正面。那如果有一个正面的话，我就不会取一个，这个是取四，这就是取三，第五次数。那么这样
个这样一个这个分布，我们说它的一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系数，这些系数都是二项分布，二项式的系数，对，对啊，是，比如说它的几率，对的，几率当要再除以这个它的次方，你这样算它的这种出现四个证明有多少种可能，所以总共是，那么这样一个分布。就是比较正常，在人家讲的所谓 normal distribution， 就常态分布。常态分布就是说，这两旁是比较几率是比较少的，你通通都没有出现正面，或通通都出现正面，这几率很少。那这个出现两个，就中间的话，那几率比较大。所以就是。那个常态分布，那么如果这个常态分布的话，那上一个庄振南老师讲这个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就看起来就变态了，通通在这边就又变成少。数学上没有说要变态，就常态是常态，说是常态的话，那跟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是常态分布的，不是常态分布，非常看到的当然就是所谓这个，很显然说这个社会一般人的收入，这边代表这个地方，那么你说。在社会上，人的收入并不是常态的。如果你觉得不常态的话，就是变态，那其实是蛮变态。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的收入非常少。我刚说，就是大学毕业，然后第一份工作只能领到22000块的薪水。不过，上个月还上上个月，主计处公布说，我们的平均收入是6万块，奇怪，怎么主计处收入这么高？然后周围朋友不管是学长，毕业出来很少人收入可以到一个月薪水6万块，然后找很好的工作也可能到6万，不过这毕竟是少数人。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个命，在统计学里面就所谓的平均收入 ，median 中位数，这两个在统计里面它是代表不同的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主计数说？我们平均收入会有6万块，当然就是因为这边收入可以延伸过去，收入很高很高的时候，那么在不知道多远的右边，这边有一个人叫做张忠谋，张忠谋到底多少钱？其实我也不太晓得，不过上个月底的时候，这个台积电他。配股息，那么报章登出来说，光张董事长一个人就可以领到100亿，他一个人股息100亿，那如果摊成12个月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月快要，他当然还有其他钱，就接近10亿，所以他一个人就，这不是一条线，这我是代表说中间拉很远。那么，但这并不是台湾首富，台湾首富还有一个人叫做郭台铭。那
过，他其实应该不算台湾，他应该算是康熙过，他反正，那么反正光靠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把这个他的命，他平均薪水一下子就拉高到60000块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赚那么多钱。所以这个命到底什么意思？命的话，就是说如果 income 就代表 x， 那么这边这个 people 就是 x 的一个函数，就是说你一个月薪水如果是 x 元的话，那么 px 就代表有多少人赚那么多钱，那么所谓这个所以是命。
分子，它几率会是一个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几率为什么不写 P 要贴这个 F， 要不当然就是一个跟这个时间有关的一个函数。 F of T 代表什么呢？刚好就说过，这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在微积分里面讲的几率化，跟我们在高中里面讲的几率是不太一样。高中我们讲的几率叫 discrete， 那么在微积分里面讲的几率叫 continuous， 连续型的跟离散型的不同。 discrete 就刚刚讲说我们丢铜板它出现正面，要不然就一次两次三次，它是次出现铜板的次数可以算出来的，它叫离散型，就是零一二三四五，就只有六个。那么所以连续型，连续型就是刚讲一等公车，那么公车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不知道什么时候公车会到站啊。不过时间是连续型，它我说两分钟，它不会刚好两分钟，可能零一秒零两秒，所以它如果刚好是两分钟，一分一秒都不差的话，这其实不太可能，这没有几率。我们印象说，在两分钟前后一秒钟，啊，到站这个几率，对，它的几率，就上一个好像，正好是这样写，在 dt 是时间的一个 differential。就 T 是代表时间，就 DT 对它的 differential， 在这时间的一个微小一个区段里面，它的这个在两分钟，一分五十九秒到两分零一秒，在这个小区段里面，它就到站的几率，它是等于这个 F of T。三到无限大，它可能自
四分钟才来，五分钟才来，前三分钟都等不到车，所以他等了三分钟，他就等不到车，他几率就是这样一个积分，这一次不是这个。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然后就是跟着接下来 walking， 而且。那这时候，那这个图你要从哪里看起？我们说，老公，这个图还是一样的，可是，是现在换成另外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个人他虽然是接着，就 X 已经等了三分钟了，他虽然接着他在继续等，不过，因为他不晓得他跟 X 没什么关系，他是两个相干人数没提升，他不知道他已经等了三分钟，他跑来他等了四分钟。当然就是一样，他等了四分钟，还是没有车来。不过，我们把这两个事情接起来，他已经等了三分钟，这时候一个不相干的人，哎，跑来，要陪他等了四分钟，那么对 X 他一共等了七分钟了。而且，我们认为就是，因为 X 跟 Bob 这两个人是素昧平生不相干两个人。你在那边等了三分钟，我不晓得你干嘛，我等你等完以后，我再陪你等了四分钟，所以这两个事情，所以 independent。就是它彼此没有关系的，所以在几率里面，什么叫独立事件？独立事件就是说两个事件独立的话，他们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是。个别发生几率呈现的，跟没有关系。对，如果他等了三分钟，然后他又来，那等于说还没有车的话，等于艾莉一共等于七分钟。对，他这个转归，就等于。三分钟，乘上爆，等四分钟，对，就是等车的时间，一个人等了七分钟这个事件，它几率是，你也可以说同一个人，也可以说不同的人，它前后两段是互相独立的，它如果说互相独立的话，那么它等了。七分钟的世界，如果是三分钟跟四分钟的两个几率乘起来，那你他独立呢？就是他们两个都不相干，用不着不相干，那他们两个说不定是夫妻来干嘛？所以对 independent 是一个 assumption。我们假设前面等了三分钟，跟之后又继续等了四分钟。假设这两个事情是相干的，是互相独立，任何两段时间，它的几率都是不相干的。所以你等七分钟的话，三分钟跟四分钟乘起来，这种东西假设在几率里面，两个事件独立性是最要紧的一个假设，而且是我们永远没办法证明的一个假设。那如果在这个独立的这个假设之下。你可以知道说，它这必然会是这个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对，所以如果我们假设那 G S 等于这个 probability， 我们不管谁了啊 ，X， 对，它如果等了 X 分钟，它的这个。这边可以是 Alex， 也可以是 Bob。那 GX 还会符合？他如果等了四分钟的话，那么前后一共等了七分钟，对，因为等于这个叫 X 乘上叫 Y。就刚刚讲，根据独立性的话，你等了三分钟之后，又继续等了四分钟，
它就这样，如果独立的话，它一共等七分钟，它的几率就是这样呈现。这时候你选择机制函数到底是怎么样的函数，所以允许这个对数。直线。
它斜率永远是它变成这样的。我们假设它是一个负数，那么对，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角角它是它斜率不变，那么这个角角是正的，那么那这时候可以知道角角那就是一的。它的对数是这样，所以我们把机制函数留出来。那么我们再说，我们原本就 G 二 F， 我刚刚讲 G 二 F， 它说等公车等了 X 分钟，可是没有车来。刚它定义是。S 到无限大，原本不晓得这个函数是什么函数，不过我们从这个从 S 到无限大这一块，它等公车等了 X 分钟都没有车，这样之后才来。那么如果这个函数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F 把求出来，对，把对这个 F 为分，它如果这个是一的 ，F 的 X 化，它是为分吗？会变成 1.x， 然后把上下把对调一下，就变成无限大的 X， 那么如果或者就是它积分到 x 就微分，就对 x 微分的话，这个之前大乔老师应该讲过，是微积分基本定理，积到 x 就微分 x 的话，就是原本的函数前面负号还在，对，就得到负的 x。那么至于这边的话，当然就是等于是减少这个 f 的函数。一定是负号多啊，负号把消掉吧。对，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它为什么会是，一开始我总说斜率是负，你们要不然你这边如果正的话就会显大的，对，对，它这个这样写的话正是正数，因为开始把它加了负号。对，这是我们讲到所谓 exponential 的分布，为什么会有 exponential 分布？我们说它，你知道 exponential 分布它主要的这个主要的根据，就是因为它的这一段的几率跟它跟不同两段等三分钟没有车跟等四分钟没有车这两个是独立，根据独立的话。这个分布它如果是独立的话，它必然会是这个，必然会是这样的指数分布，这样的这个推论过程就是有点怪性。那么它如果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指数分布的话，那么我们回到原本的这个原本讨论的所谓平均值的问题，这为什么这都不相等？为什么？如果你分布是一个这样的指数分布的话，就是这样，在几率里面，它只要独立的，哎，变为指数，这是对，对这，它不是常态分布，可是。它是在独立表示这样的，必然的会得到这样的分布。你先要知道它的命是多少，因为这样子它不是一个常态分布。我刚刚讲它是算是多，把它用在这个，对不对 ？income
那个薪水的话，他现在算蛮变态的。不过他的命到底多少呢？你说那个命的话，也就妞。那命的定义，我之前讲过，就是要把这个收入乘上他的人数，所有可能收入乘上他的人数，然后得到总收入再除以总人数。在这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这是 T 的话，当然就应该是 T。现在是 T 不是收入，是代表时间。不，它如果是。如果是这样分布，而且还有低低，所以这代表这个它在时间 T 时间那左右有个小小误差 DT， 那这种把时间乘上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几率，我就等到无限大，除法积分解，这样的话得到就叫做。命，所以平均值。那么，这多长时间应该有算过？对，如果不忘记的话，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要算这个，一定要用这个规约版 parse， 分布积分，把这个打到 u， 然后 dv， 所以我们这个分布积分的话，得到 uv 解。V 那么那 V 是什么呢？ V 这个 DV 的话， V 当然就是它的微分就保证负量的正常时间，所以如果根据分布积分的话， UV 一般就是 T， V 就是 V 的零到无限大，扣掉 DUV， 零到无限大 ，DUV 是 DT， 五 V 就对。对，这样好了。这边可以把它求出来，你可以求它的命。把无限大带进去的话，当你得到无限大的乘上负的一的无限大，这当然是零。不过零如果乘上无限大的话，那就只是不晓得到底多少零的 determinant， 扣掉把零带进去，零带到当你不用算，零乘一，那么这个。积分可以把它计算，它是这个，然后负二就负得正，积分出来应该是负的。还有一个，负得正，三分之一。那么，因为如果是一个不定型的话。不定型，它其实是一个极限。T 如果越来越大，它什么样的极限呢？它是分子 T 负号，就是一的负 MT， 我说一的 MT 在分母，依据定律无限大，这是一个不定型，它也是无限大，无限大，它也是无限大。这两个无限大都是无限，分子分母都无限大的话，我说它都有不定型，它的词汇在分子分母各自求斜率，这个当然就是不定型，这个是吧？那无限带进去得到零，把零带进去，这叫一。当然最后这个还不定型，如果你根据罗比塔分子分母都微分的话，它微分它
当就是你他维修的话更简单，它还是无限大，如果它没有无限大，它还是无限大的话，它这个一样一样，不要一样一样，就是变正，更低，所以这样的话，你晓得它这个命，它命其实就是更低，就我们刚才讲的，那原来是那个直线的斜率，比如说负的斜率是负的，不，它那斜率。把它放在分母的话，那就会是命U， 对 ，U 变成分之一。那回过头来，如果知道命的话，
不是单一变数，就如果这是一个 target， 你设一个飞镖，一圈一圈的，那我想知道我射中这一块的几率，所以它这个几率变成有两个方向，一个左右是 F， 上下是 Y。我当瞄准中心点，就是我可能打偏，打到这个某个地方。所以，我这个虽然还是一个连续几率，不过，我说打中这个是 X， 所以 DF 代表它这个 X 一个 differential， 这个方向是 X， 所以就 DF。这个方向是 y，dy，dx 乘 dy 代表这个左右是在这个 dx 的 differential 里面，上下是在 dy 这个，就左右上下在 dx dy 的这个几率，打这个几率。那么不，我们觉得这个左右跟上下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这个是这样。可是，你假设，然后左边右边是，它是，左右跟上下是独立的。我刚刚讲过，在几率里面，我们没办法证明独立。所有的独立性都是这种假设，所以我们这个打中这个这小方块的几率，当时它跟它这个它的误差面积是有关的，不过它这个这两个是独立的。那么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假设，它这个偏差，只要半径一样，这一圈，你假设它这个是，它都是几率都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不同的假设。它上下左右这个独立无关，跟这个方向也无关。那在这两种假设之下，你想说它这个分布一定会是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常态分布。那么，如果你明白刚刚讲这个道理的话，这边它其实是类似，就是说，那在 x y 点，就是说它是几率是 f x 乘上 f y。那么，可是，那么这点跟这点一样的话，这个点当然就是 r 零，这个点是。0R 是代表这个半径，半径刚就是没开玩笑，外面要带根号，所以在这一圈里面，它 XY 点它的几率跟 R 零会跟0R 这个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 FX 等等 FY。它现在是这个，可是它的半径是一样的，啊，就是它的 xy 是半径。对，根据左右的独立性，假设左右独立，
这边的方向无关，它只跟那个只跟半径有关，那么你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式子。那么同时基本式子跟刚刚一样类似做类似推论，什么推论呢？你说这样大家注意这个，那法官要注意，那法官你约掉。所以这个 fx 注意 f 那就符合这个，这其中的 r 是啊根号跟平方加它平方就是它的半径，对对任何两个坐标 x 坐标 y 坐标它都符合这样。那么第二就做成刚类似的推导，就是它会得到一个所谓的常态分布。那这时候我们就定要白纸，要画白纸，所以刚刚的是写成既要白纸啊，里面既要白纸，那要图案，对不对？我们加。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定。把这写成 h 小 x 平方，换一个函数变成 h 小 x 平方乘上 y 平方变成 h， 你把替换成 h 的话，它本来这个里面变成平方，变成这样 y 平方，根号就变成平方就。正好比方你抵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令这个 c 平方，所以 c 是一个希腊字母，啊 ，Greek x， 把 x 英文的，一般拉丁字母英文的字母，把它换成希腊字母 c 的话，它就平方。b 的 y 平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知道 h 平方，那 h 平方 b 的 h 的 b 的，这样的话我们表示这个 h 这个函数它如果取，这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类似，如果再取一个对数的话，
可以和你变成就是这样的关系，很低的。那么再回过头来，那就肯定这就是哎余光。单次积分，你要求出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对吧 ？n 条有几？没办法求出个函数的反导函数，所以如果你只有做 single integration 的话，积分一次的话，其实没有办法知道它这个积分到底多少。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积分确实值的话，你要做一个属于双重积分。双重积分意思是说，我们要积分这个一的x平方。加这个一的 y 平方，那么这当然等于这个，比如说零到无限大，好，然后两倍。我们刚刚讲，它这个这函数是左右对称，所以如果把这个左边拿掉的话，往右边的话，这其实
求出这个的话，那就是两倍就好。可是你要，就是这样一个双重积分，那么等于说你在这个在 x 大于 y 大于，你在第一象限里面，我们做一个双重积分。那么双重积分，那我们求这个在双重积分里面，我们找到一个最要紧的一个 change of variable。在积分里面，我们常常要做所谓变数变换。我们那个，我们如果把它写成 x 平方加 y 平方，里面通常写 first quadrant， 这个积分在第一象限里面做一个双重积分。做双重积分的时候，你就把它分成对先固定 y 和 x 积分这样，然后再把这个 y 积分。那么就是我们如果做这个所谓变数变换的话，我们因为这个双重积分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是这个顺序，所以说如果一个积分，这样一个积分，如果你写的是一 x 平方、负 y 平方、一 x， 然后括号零到无限大，对，一 y 零到无限大。那这样意思是说，这个积分它虽然在第一象限里面做积分，可是我如果先固定 y 的话，我是先对这个我们的 x 做积分。所以，如果要做变数变换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积分要做一个 change of variable。可是呢，你这 y 的部分 ，y 部分是里面先画下，之后再做 y。就在这里面，我们如果要做个变数变换的话，我们只是把 x 换成 u， 那 y 是不动，所以可以这样想。如果这个再把它写成一个 y， 负 y 不动的话，这就可以把移出来，所以得到一的负 y 平方 ，y 等于零到无限大。能变换变数的时候，我们在里面都变换变数，另 x 会变成这个 u。y 乘上 u， 我说我把这 x 把它换成 u，x 跟 u 的关系，它是 x u 的 y 倍，但是这 y 是 y 刚刚讲 ，y 是下一次在积分的时候才动 y， 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那这里面是 1x 积分，它是1的 x， 那么 x 换成 y u， 那。dx 会变成 ydu， 因为 y 刚刚讲 y 是下一次才动的，在里面做积分的时候，这 y 是这暂时不动 ，y 对 temporary constant， 意思说，我要讨论的是一个双重积分。我第一次先对 x 积分的时候，我还没有动到 y， 因为我把 x 换成 u 的话，我虽然 x 跟 u 的关系是 y 倍的 u， 不过 y 是一个常数 ，temporary， 暂时性的一个常数。我下一次当然会动到 y， 可是我当我在讨论内部积分的时候，它只是 x 积分，它并没有动 y， 所以 y 是。如果是暂时性的常数的话，这 dx 它就是 y 倍 du， 它本来还有
dyu， 可是 dy 是等于零的，因为它是 temporary constant， 所以只是把 x dx， 那 yu 的话，它只有 u 变 du，y 还是 y，y 是暂时性的一个常数，因此，而 dx 就变成 y du， 这正式的是不太清楚。那么因此，换 u 的话，那就 u 当 x 是零嘛，那 y 当然是，就是 y 分之零 ，y 分零的当然还是零，因为 u 是 y 分之无限大 ，y 分之无限大还是无限大。所以，如果把 x 换成 u。
话说，可以等于好，啊不，很好看。那么，这样，你知道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很好拍，就是，所以它如果等于更好拍的话，那么你知道，你当这个 f x 它等于 f 零，知道吗？一等于，或者一定等于一嘛？那么，它如果它是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你认为几率的话总几率当然是一嘛，所以你把这全部积分起来，从负向的积分到无限大应该是一，对吗？可是如果等于一的话，那你光这个积分等于这个跟它拍的话，换句话说，那个真正几率应该是预先把它除以跟它拍。对，你们聊的什么问题？空间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不过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这个，你看你要先除以正好拍，它就会成长一平方。那这样的话，那从这个负向到正向证明现象，对，我们这个所谓常态分布，这个这样一个 density。这意思就是也不太清楚，所以我们不管指数分布或是常态分布，我们这个会推导出这种，这当然是常态分布。那指数分布不管是常态或非常态，最主要的根据都是根据这个几率里面所谓的 independent 两个事件，它独立的话就是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等于个别发生的几率的乘积。这个是独立，是不是靠实在，这个是在基里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假设。我们假设等公车，你先等三分钟，那接下来等四分钟，这两个事情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关系，我们假设它没有关系。假设它独立的话，也就指数分布。啊，这飞镖，那横的跟直的有没有关系？我看不出来横的跟直有什么关系。我假设横的跟直没有关系，只跟半径有关系，一定是这样。多么准确。那么，最后我们讲不独立，所以我们说不独立呢，那么，所以我们假设在这个 post office 到邮局去，车子放好牌，我们假设是在车放好牌就等那个邮局叫号。这等待跟等公车其实是，反正只要是等待的话，都有独立性。所以，在报道里，我们假设它是个规定命，你假设邻居你进去，如果没有人的话，没有人挡在你前面，可是柜台中满。假设邻居要走三分钟，那么它这个等待时间当然就是，刚讲它是三分之一的一人，三分之一，这个保证性。那么没特别讲，它平均等待三分钟的话。那么你等待 probability
可是他平均虽然是三分钟，可是你等待三分钟，它几率不是一半。这个三分钟是一个命，我们三分钟我们求出来，我把这个机体乘上它这个几率。可是这边是，这边不是八，这边是一减去一分之一，那是大于二分之一，这边小于二分之一。这三是一个命，它不是一个米点。李泉，他说是，那如果现在有个人卡在你前面，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先抽了号码牌，那你抽的话，那就显示一边有两个人在等待，他已经先等，那么因为他已经先抽了，所以他你跟他就不独立了，必须要叫号的时候先叫他，然后再有动的时候才轮到你，所以这样的话就不是独立的。所以目前你知道，如果已经有一个人他已经先抽了号码牌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是假设如果没有人的话，他是这个你是旁边的去不用选，那么目前知道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先挡在前面的话，那么他这个他对你是第二个人的话，那你的这个等待的几率怎么样？所以 X 会代表这个已经有一个人，对他这个
那么这时候你也是这样，在双极分里面，你要做一个这个就 change of variable。这时候你这个在双极分里面，你要做变换变数，跟我们刚刚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讲的是，你把这个积分分成两次来算，算里面的积分的时候，那下次 y 的这个变数，它暂时是一个常数。不过我们现在它是把合并在一起，我们知道 x 加 y 大于零，这整片，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就比较更困难一点，变换变数，通常你定这个。减 y u 加 y， 对，我们是把这个变数，就是把 x y 换成这个 u v 这个，而且是同时都换，它不是单独，就不是你刚刚讲，不是，啊不是，你在这里面，你先做 x 的话，那 x 变换成 u， 我们跟 y 无关，我们现在是 x y 一起换成 u v。那么这时候，那如果这个方便 u 平方等于 x 加 y x 加 y， 如果我换成 u v 的话，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 b。可是你显然知道，这个当你做上做这样一个变数变换的时候，你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无穷的一个梯形，无限大的梯形。那这个在 U V 的这边新的变数的话，你要怎么样写成一个这个？所以你就有这个 X Y 跟 U V 的一个变化。所以如果 U 是 X Y。x 减 y 的 u， 那么一零这个点，那是一 ，y 是零，那么换成 u 的话，换成 u v 的话，一减零加零 ，u v 得到一。对，那么零一这个。那就是 x 零 y 一零减一零加一就是负一。这块要说，这一块，对，那这种。x y u v， 它在双重积分里面，我们一样做这个变数变换，可是我们不是单一次两一起变换，这个 x y 跟 u v， 它整个是最简易型的变换。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要讨论这个原本 x 加 y 大于一变成这个地方大于，对。
DY， 所以这 DODV 这样乘起来，那么它跟这个这块的面积跟这块面积，它关系什么？它的面积当然就是一个黄列式，如果把这写成有矩阵形式的话，对，黄列式乘上。这边，如果用它的面积的话，这 DODV 它的行列是二，也是一个，所以这行列是它行列是二分之一，啊，除过来，对，那我们把它换成这个，那算 F 加 Y 大于这一块的积分的时候，把它转到。反正这一块就转到这样，这个无穷那个梯形，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先对 U 积分，先走从 U 的话，我们负 V 到正 V， 这个是负 V 到正 V， 固定的 V 的话，它走负 V 到正 V， 然后一点到。现大，这种积分变数变换，而且是双重积分，证明什么？当比较后面以后才会教到。不，你今天这样讲这个就是，你做人你喜欢知道，如果已经有一个人挡在前面的话，那么他的分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发现说，他分布会变成这样。因为平方，这里没有 U 嘛，二分之一，这组成的东西，因为你要对 U 积分，可它这边只有 V， 并没有 U， 所以当就直接得到 U， 啊 ，U 等于 V 到 U。正一，那么对，之后才对第一分钟比到无限大，因此这个一等于负一到正一，量化得到二 b， 对，你最后。得出来，如果已经有一个人在等的话，那么要等五分钟，它的几率是平方分之，这个当然是二 b， 二约掉之后，我们就得到一，就是二分之二，二分之二约掉。
它跟原本的你同样学费啊，这不一样。你也没等的话，多一个地方，太难了。所以我们喜欢知道这样一个分布，它的分布如果是一，什么一？这样一分布，你这边要问的一个随堂考的题目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分布，它的逆点，所谓的逆，对，这个随堂考，我考完就下课。多时间
好意思，请你在四点钟再坐下来。
这个这一扇门，你把它想成一个，然后就改的。嗯。那这个门是补，黄色是补助门，白色是原本就有门，这两个合在一起。那这个新的这新型公车，它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是，它本来门可是这边，它把就是它的右边这个门的这个左端点，它永远是在这个。在多少里面，在轨道里面。不过呢，这边有一个横杆，那个横杆保在这里，所以它这个横杆就相当于这边古代的时候另一扇门。所以也就是右边这个，这个点为左心转，所以古代的车门。来加个辅助门的话，就等于现在车门是右扇。那现在车门是左扇，然后一样，里面有一个横杆，就是这样转，所以这样转，这两边就打开了。这意思就是不太清楚。就一个车门，它会，车门会，它本来是在这里，它为什么这样一个门，它为什么会变这样？那这中间。重点是，它车门它有一个横杆，但这它的左端点是永远是保持在这个在门的多槽里面，它不可能会离开。所以当你这样转的时候，它这个就中心点它其实是保持，所以它这样一个车门，从上面看下去的话。它等于就是一个直线，那个直线它有一个所谓的直线放的是那所谓 intersect， 直线放的如果用截距式来写的话，那么这 x 轴是 y 轴，我们这个截距是 a， 这个截距是 b， 直线截距式就是 x 与 a 放上 ，y 与 b，ab 是分别是直线。两个截距，那如果这个直线是一个的固定长度直线，它的直线的左端点永远在这个水平线上，它的右端点永远在这个 y 轴垂直线上，那么它这个是它中间横杆，轴心到这个门的中心点，它用横杆影响，这横杆的长度。永远就是它的门的半长度，所以你看这两个截距 a 平方加 b 平方永远等于一，就假设这个门的宽度是一公尺的话，那么它原本 a 是一公尺 ，b 是零，然后最后 a 是零 ，b 是一公尺。在中间的话，不管什么时候，它的横杆永远是二分之一公尺，因为横杆是从这个轴心连到门的这个中心点，所以这边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对，这横杆这样转九十度的时候，这左端点。本来 A 是一，跑到这边去，右边摆这边，哎，跑上面去，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它这个这两个，它这个 A 平方加 B 平方永远是等于一的，从这个轴心到门的中心点，永远都是二分之一，就这样转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个目前看的车门。那么，那古代车门，我刚才讲过。它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不过加个辅助门的话，它数学原理其实跟现代门是一样的，以这个为轴心转，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拿标来讲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组直线，它这个截距是 a，y 截距是 b， 那么可是它原本它这个
因为截距是写出来的话，它跟直线，它跟直线，跟截距是就是那个什么 a 外括 b 加起来等于一。我们喜欢知道它这个这组截距。它到最后，就它的整个，这 a 从变成一到零 ，b 从零到一这样算扫过去的话，所有这边都扫到，对，所以就是 keep clear， 要保持净空的，那当然就是下面这一片，你喜欢知道这个区到底是多少，到底是哪一块？换句话说，如果一个门它这样扫过去的话，你不能站在这里面，站在这里面的话，要不然你把门搞坏，要不然会被门打伤。不知道，这样一个问题。课堂并就是在课堂并不会讲到底是哪一个区域，或一些讲的比较简单的问题。类似的题目，把这个平方拿掉，就 a 加 b 等于一，没有平方，四方。如果一大堆直线，它所有的截距的和，不是平方和，就截距的和是一的话，那看起来也差不多。那这时候，我们这一大堆直线一共扫过怎样的区域呢？所以，其中一根直线当然就是这个，因为 a 加 b 等于一嘛。那么这时候图当还是看起来差不多，所以这 b 等于一减 a， 就这根直线它某个 a，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点是什么点？就是这个点的话，我把这个原本的直线，把 a 稍微把它变动一下，我们喜欢知道这条直线隔壁的一条直线，什么叫隔壁？隔壁就是 a 加上 ba。DA 什么 ？DA 是 A 的 differential 无穷小的变换，所以我把这条直线跟它隔壁那条直线，你看这个黄色的直线，就是 A 加 DA，B 减去 ADA， 有 A， 这只有 A， 这多了一个 DA， 那么。那这两条线，我解它联立方程式。联立方程的话就是，这个白色线跟黄色线的交点。那 DA 是一个无穷小的，那 DA 如果是无穷小的话，它的交点就是，要白色直线跟它隔壁直线的交点。换句话说就是，要求这个点。这意思我解决的快点。它的 A 是一个截距。那 B 的话当然就有 A 决定 ，B 就是一减 A， 给我把 A 稍微做一点变换 ，A 加上 DA 加上 differential，DA 是一个无穷小，那么这时候我的直线就变成隔壁那条直线，直线跟它隔壁那条直线的交点，也就是它这个，它所有这些直线扫过的这个切点，因此如果这个是一四，这是二四的话，我们就用一四减二四。那再除以 DA， 换句话说，也就是我等于说，我把这 A 做变换，再除以 DA， 那就是对 A 来说微分。因此，对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变成这样。就原本它的直线是 x 除以 a 加上 y 除以一减 a， 那么原来联立的是。我把这个对 a 来微分，不是对 x， 也不是对 y， 对 a 来微分。我把 a 多加了一个 da， 有加 da 跟没加 da 相减，那么除以 da， 等于说对 a 来做微分，所以我得到 x 为什么是负 a 平方分之一呢？因为这 a 在分母，所以它本来就是负一次方，所以就有个负号。负一次方，你对 a 微分的话，你可以负二次方，就变 a 平方分之负一。
这违规没问题，就原本的 A 扣掉多加 A， 然后再除以 DA， 因此是对 A 做微分，微分的话分母微分这样，那这也是一样的，它对 A 微分我知道你减 A 的我知道，那对 A 微分那个因为它负 A 嘛，我这边当然没有 A， 所以这样的话你得到这两个式，它原本这个它这个黄色线，反正它联立，不过联立的话可以两式相减再除以这数，所以等于说我把这两个联立是吧，也可以，所以你得到这个 x 对这个方就是是负反一项对。所以就这个所以你把其中一个 A 把球转带入另外一个，你这样的话就没有 A 了，对，但是你得到这条就是就是就拉一圈，这这整个过程就是外圈。我要讲这个，我们要讨论就是这不是车门，跟车门不太一样，车门是 A 平方加 B 平方与平方的时候。它是车，所以现在我只讲这个 A 加 B， 对，那一条直线，那隔壁那条直线，它的交点就是在数学上用的方法就叫以厘米的点，它原本的式里面有一个 A 是就直线的一个截距，如果把它对 A 微分的话，得到另外的式，另外是求出 A 的话，再把它带回原本这个 A。那就 A 就不见了，对，这样的话你知道问你一个事，你这个事如果这把化解一下哈，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有来往，它其实是一个抛物线，抛物线是抛物线的，这也是一米，这也是五一，它的抛物线是这样，是当过来这一段是，其实并没有过，因为它这个整个是一个抛物线，所以这其实是抛物线的切线，这是抛物线的切线，但是整个抛物线是这个四十五度抛物线，而且抛物线是这个零点在这里，在这个弯，它是对，
二十，他都这个。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类似的，就它本来是 a 平方加 b 平方，有平方时候加点，你看没有平方，一次方，次方时候，不有平方号，刚做法是类似的。不，但这个还不太明白的话，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更复杂一点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这个讲义上，讲义上写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这例子是什么呢？这例子它有一本叫 AP Cycle， 什么 AP Cycle？AP Cycle 当时从这个 Cycloid 就演变出来的。你在平面上如果有一个圆盘，我跟你想这是一个，主要是一个轮子，今天装一个黄色的一个微亮的灯，这轮子如果在平地上滚动的话，它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对黄色的灯，如果距离是一的话，因为滚动它并没有打滑的话，会距离是 t， 在轮子上距离 t， 所以这黄色灯就跑到这里去，那么因此，如果没有看到轮，只看到这黄色灯的话，就发现黄色灯就像聚焦的东西，就是原本的 cycloid。那么这个 cycloid， 我们把它的这个 x y 参数写出来的话，它当然是从这个这个点出发，这个点如果这边走的距离是 t 的话，这个点它这个 x y 坐标来看的话，它这边当然是 t， 而且 y 坐标当然是 t， 所以这个黄色的点，黄色的点可以把这个 x y 写成黄色的，这个 t 一是在代表这个中心点。多一点，如果这个距离是 t 的话，这个无常是 t 的话，换句话说，这个角它的进度量就是 t， 因此它这个它左边这个向左修正的话，就是 t 这个它的 sin 啊，垂直向下的话，同样这个角。或上一级，所以这个讲到很多这个 cycloid， 因为这个 cycloid 有什么事情？它这个是推导不太清楚。我们从中心点开始出发，中心点容易看出来，第一，向左向下，向左修正减去上一级，向下修正 cos 一级。为什么 cos 一级呢？这无常的级是等方，也就是 t， 其实。有进度量，那么我加上那个 epicycloid， 它这个道理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平地，我们变成一个固定的领域，那么这个原理它是一个滚动的原理。滚动也是这样滚，那滚动的时候它并没有打滑，所以当它滚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到这里，它一样，它原本在这个滚动圆跟固定圆接触的地方，它有个黄色的灯泡。当一个滚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那它中心一点把它，如果这个角度是 t 的话。中心点，我们讲的黄色灯泡，黄色灯泡在哪里？这边，这黄色灯泡应该就跑这里去。这固定，它如果这是 t 的话，你这边也是 t， 这两个是，因为它滚动的并没有打滑，都是一样。那地面上走的 t， 轮上也走的 t， 就是固定走，固定圆上 t， 滚动圆也是 t。因此，
那这个角就是 T， 这个角当然也是 T， 所以这时候它的黄色灯泡，那我们从这个滚动圆中心点来看，滚动圆，那这个半径是一，那滚动半径是二，那这个角如果 T 的话，二 cos T， 二 sin T 减减，那怎么修正呢？从这个中心点二 cos T， 二 sin T， 你要向下修正。因为这里是二 T， 我这个当画比较有点超过，所以就 T 如果很小的话，它其实是两个都是减号的。那么那这个，因为这边两个 T， 所以从这个平面来看的话，那它的左右就是。二T 是，这也是 T， 这个最顶角，这边也是最共，有两个 T， 所以，这边二T 超过九十度，所以看起来是向右修正。如果二T 如果很小的话，它其实是向左修正，所以它是减去，减跟这个一样的意思。这个是不太清楚，所以这样的参数是，它这个是从这个原本的 cycle 把它平地换成一个固定的，如果你这样一直滚下去的话，那平地上当然就是你走到走一圈，走到这个。开的时候是3.14的时候，它就往上走到6.28的时候，那么对这个 AB cycle 就是类似，那转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它本来是贴在这上，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再把这个，再继续转，可以回来了。这整个图形，这没什么怪异。那么，就这个图形如果把它转过来的话，感觉有点像心脏，所以这。名称就二十六。二十六是一个拉丁文，是心脏的。那么，这当这心脏是有点方向不太对，因为一般心脏的话，心耳该在上面，心室在下面。如果它心耳在右边，心室在左边，就稍微可以把。来换一下。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二个？你说，那心脏线可以把写成这个连大堆反射光线的，我们画一个更大的圆，对。半径为三就刚刚这个整一个中把它围起来大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半径为三的想象成是一个这个镜子，球面镜 S 就是属于 source， 里面有一个光源它发光位置是在负三，
那他发了光，他就会反射，碰到就镜子光，他会反射，反射对不对？好，这点关键反射的话，所以如果这个角一个球。其他角的话，这个反射光线，所以入射角也是反射角，它在这里，就是 R 这个点，它反射点三倍点。因为这是三，所以这个角度如果西塔的话。反射的光线，那它如果这它的光源如果在这边，这边就会有一个它的球面积，它就会成像 S 两平方米，所以它的光源这边讲它负三三，所以它这个所谓布距六。半径是三，就它是 F 焦距。焦距的话，那可能就叫一点五。它如果半径三的话，焦点是在这个半径中点一点五。那变成六的话，它应该就是一点五。的话，块对，这边就是块，换句话说，该就是一厘米。块是从这里算块，这边算块，所以它如果光在这边，它反射出来，然后它就画一个成像的话，应该是在一零这个。不过呢，我们说它这个不同的光线，它其实不会，它并不会真正成像，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焦距，焦距。半径一半，这是一个近视。它这个所有这些反射线，它其实反射光，它其实不会聚焦，它不会聚焦。它换句话说，这点反射，它如果这个反射稍微过来一点，这个、反射又更过来，它并没有真正聚焦在一零这个点。所以，我们刚刚算这个。根据高中的光学公式，它只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附近的地方，它会聚焦在一零这个点。它其实并没有真正聚焦在一零这个点，它所有的反射线，它没有共识，就是所有反射线出现不共比。所以这个 I 等于二，换句话说，对 I 等于一米这个点，它其实它并不真正的一个点。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边来看的话，
都对云端化的好一点。文件 S 光线摄入比它就是反射的线，它其实我们写上说明说它这个所有就不同角度发出的光，它的反射光，它其实它会它的这个所有反射线，它其实都切于这个二极管。那么
时候这个情形就说你刚刚那个不打，因为那就是你零点 T， 然后先把这个 X 点三倍的这个。
上中山要上要选对，因为如果你这边两个都是上的话，那边要用扩上，扩上的话这边对，两个都是上，你前面一样把比较小这个正这个负的话，前面就消，这个正要的就是两倍，所以根据这种积化和差，那么你就可以把刚刚讲可以对这两个事情做一定点积，最后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要求这个心脏线，就是心脏线用类似的方法也可以求出来，那是这个它这一点放一个灯泡，它是 source 放灯泡，它所有反射线，它的所有发出的线反射线，它所有反射线它并没有出现重点，它 并不是真正聚焦的这些，它整个聚焦只是一个心脏线，就这大家有点不太清楚。那推导过程因为比较长，今天时间不太够，所以如果这边不清楚啊，那么最后等一下有个非常好，就是 FA 加上关系，就我们刚刚讲看，那如果 A 平方加上 B 平方，那有平方，我刚刚讲是没有平方。因为平方的时候得到的是这个抛物线，而现在如果有平方的话，那就是真正的一个讲的车轮上，那如果这是 A 这是 B， 那这个永远都是 E 的话，那就这块 keep clear 要保持净空的这个区域，我们先把它求出来。非常棒，实际上到表示时间到五点，那坐出来就直接下课。Yeah.